Hello，晚上好。啊，刘海好不配哦，不平刘海。他已经开播了吗？对啊，一开播就不见人，进来就说：“哎，人嘞？”Hello。人嘞，大家晚安。Hello 洛克，Hello 包尼，Hello 安西，Hello 阿亨，Hello 耳朵，Hello 西恩，Hello 雨涵，Hello Oreo 妹，Hello 包尼，晚上好，Hello 蛋挞，Hello 晚风，Hello 小阿光，Hello 小易，Hello 秋日红，Hello 俊泉。Hi，Hello 大帅 ，Hello 艾拉 ，Hello 伊藤，谢谢小阿光的行李箱，谢谢艾拉的礼物，谢谢蛋挞的礼物 ，Hello Ting，Hello 小君 ，Hello Lucky，Hello 雨辰 ，Hello Louis，Hello 六道，我刚刚睡了10分钟，呜，十分钟。晚上好，10分钟。对 ，Hello， 安沙卡拉卡，大家晚安。已经临近我们的中秋节了，大家中秋节有要怎么过吗？毕竟中秋节有放假，正在烤肉中，现在吗？太爽了吧！好棒哦！很烤肉，回家。对啊，像我们的一家宝贝回家。营业是不是蛮放大的？还好哎，这就是。我没有调任何东西，我跟上一次的开直播是一样的，没有吧？因为它比较显色，反而更小了吧？但我看起来很大。对啊，为什么？就你在这里看起来没？干嘛？我有开吗？可是它开是把你整颗眼睛放大，不是把黑眼珠放大。啊！可以不开啊？哇！我按了什么？是美白，是美。它就是把所有的磨皮什么都关掉，可是它的。这个怎么？美白就是对比度感，就是会整个。对啊，因为它那个它磨皮太重，我觉得就是它把我的五官都磨不见了，还有我的眉毛。关掉啦。它关掉还是会有。对啊，这是我正常眼睛。挺好啦。你的痣是不是越来越明显？没有，可能有时候就是有，就是我妆比较完整的时候。就是叫什么涂，叫什么粉底的时候，它会涂到，所以它会淡一点点。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有一天有个粉丝问我，他说：“小心是不是有个痘痘还没有好？”我真的是绝对不会忘记。4年了，他长了4年都没有好。有人问我：“你还没有看过六道 MV 吗？”没有哎，我没有看过。真的不知道长什么样子。我看了 teaser 啊，大家有看 teaser 吗 ？teaser， Hello 阿纯 ，Hello 谢谢阿红的胶卷，谢谢 ，Hello 峰峰 ，Hello 青龙 ，Hello Geek，Hello 小乐 ，Hello 那个谁 ，Hello 洋洋 ，Hello 家俊 ，Hello 笑阳 ，Hello 一品香，谢谢幸运的一封信。当然有啊，很多人说什么小晴抓到，我不知道你们抓到什么，我没有，就有人说小晴在偷笑，我没有在偷笑，我那个是因为那个其实拍到后面已经很晚了，好像已经就是我们是几点开拍啊？5点开始拍吧，好，
五六点，然后那个拍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是晚上的十点还是十，反正很晚了，很晚很晚，所以就是 我让自己不要睡觉，所以我在呼吸。你认真看的话，我应该是吸了一口气，对，我应该是，就是我应该是吸了一口气，对。他想说：“天哪，我在呼吸！”而且我们完全不知道那个是拍 teaser， 好像我也有点忘记是什么时候拍的画面。他就是一个叫我们定着，可能准备要拍舞蹈吧，但没有，就是一天结束。所以我这个应该是我拍时长，就是从妆发开始来算的话，时长最长的 MV 吧。就是虽然中途我也有睡觉，因为有时候在待机。谢谢 Raffle 的行李箱，就是拍超过，就是上工时间超过24小时，好像有25个小时，对，对吧？那天很夸张耶，就是第二天前一天的晚上集合，然后第二天的凌晨才收工，这样。乌吼很长嘛，乌吼还好哎，乌吼毕竟5点多6点多就结束了。的金色唱片，成果不错就值得了，还没有看到成果，期待哦，我们也期待哦。我饿了。刚刚我没有，没办法，我刚刚已经吃过饭了。哎，看来那个吃什么？我真好了好了，我大师忘记了。期待你跳60单的 AKB48 的新歌，有空的话。场地漂亮吗？漂亮吗？它好像不是用漂亮来形容，但是因为我们人很多，所以比较大吧，宽坦是吗？啊？什么？就是很大，宽广，广阔。谢谢鱼的守护许愿瓶。地方感觉很大，就是塞得下我们那么多人，对。但我觉得就是现在几号？8号，还有5天，倒数5天，我们的 MV 上线，对，我们 MV 是倒数5天，大家就期待到时候看到是什么样子吧。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Hello Uno，Hello 小子，想说九月生写这个主题超帅的，超爱。对啊，拍了一堆照片，我拍了很多张法法，我拍了很多张法法。对。我也希望有酷装啊，但是对啊，没办法。我也希望啊。公司的想法。九月生写真法法主场，是不至于啊，肉肉吧？哎、欸，有哎、欸，下面有你啊，那个我记得下面那个宣传图、啊，超好笑，是肉肉，然后我们、啊、旁边那姿势都一样，对，跨在机车上面，对，快，我已经猜到，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有一个月是我的主场，未来可能要等久一点。我已经感受到了，笑太爽了，没有，就算我没有被选中，但是对我来说那也是我主场，对。宿舍组有要一起烤肉吗？看起来是没有。我想啊，你要不要烤两？就是明天吗？是啊，后天吗？都可以，还是有空的时候。可以啊，可是其实我们老实说，我们最近有去过烤肉。对啊，太虚啊，而且我们忍不起耶，超喷钱这样子。对啊。
你说去那一家、啊、再去一次可以啊。我真的很喷钱的，真的是在你比较喷。我最近真的是好像有种在用钱。我昨天买了衣服哎、欸。嗯，我要恭喜你。我今年不走啊。谢谢阿纯的带你去流浪。超熟在买衣服的。真的都没有看过你什么新衣服。天啊，嗯，还不够酷妹吗？对啊，期待。手套跟挡车都好帅，那个车真的。我喜欢那个加油站的那个叫什么呢？那个就真的叫有加油枪、啊。加油枪，对，虽然不能，要可以拿起来用。可以啊。对，可以拿起来用。哎，除了那个还可以拿什么？好像还可以拿一个东西，但我忘了。望远镜了，不是吧？没有吧，没有了。没有了，只可以只能拿加油枪。忘了。忘记，反正就是我也是拿加油枪，因为加油枪很帅。谢谢 CKMK 的烤玉米，你太瘦了。嗯，我也是啊。是啊。我没有很瘦，但是我肩膀很小。嗯，我也是。晚安。有骑上去吗？有啊。哎，真的很厉害耶，把那个机车。就是放到摄影棚里面。这个会太重。过了，但是过了。过了。对啊，他要发啦。对啊，我想说不是我说。会。我要放滤镜之类的。会。会放滤镜。你不会啊，就发那个。为什么？这样对有谁有好处？就有趣啊，笑我们。谢谢小鸡蹦蹦，还是你去讲？你已经超过，我讲不出口，我讲不出。那天就有人在讲啊，那太丑，就是姐姐在讲说，但过了、欸，但我没有想过会用、欸，就是对，短暂的好玩的。哎，嗯，对，蛮丑的。期待四周年演唱会跳未来的果实，期待哦。四周年也快到了，各位。对呀、啊，好恐怖，怎么这么快？昨天突然确诊，连假不能去烤肉了。哦 ，QQ。我也不知道，其实我最近就是刚好那个，就是要吃大餐的时候，都刚好那个拔智齿。我还没有决定好，明天就要去。明天也要拔智齿，然后搞不好吃不到东西。应该就得去拔了。对呀、啊，但也蛮好的，就代表我会吃少很多东西，然后我就会越来越瘦。大家，我明天也要去拔智齿，跟你们偷偷跟你们透露一下，就是这几天不会见到我，谢谢。不要太痛，我上次也没有很痛，我上次完全不痛，就是让我觉得就是拔智齿是一个非常还好，就是没有很夸张的，但是吃东西很痛苦，就吃东西很痛。你都是选在吃大餐之前拔智齿吗？不是啊，当然，怎么可能？要戴牙套吗？拔智齿不能戴牙套，先拔完再带回去啊。就是已经很早就之前就预约好了，但没想到就是原本 Sakura 烤肉是在上个礼拜，如果上个礼拜吃的话就没问题，可是因为台风，就是台风让我们没办法吃蛋，没办法烤肉，所以就是延到这个礼拜的话可能就来不及。牙套已经开始戴了吗？ 有啊，没有，我们是在家里烤。对，谁家？我跟你说。对，好惨哦。OK， 直播结束之后再说。我以前是全拔完再装牙套，我是同时，因为我就是想要比较早一点开始，对，
其实他也是建议我先拔，然后再就是开始牙套，但是就是想要赶快开始，所以就一边拔一边，而且因为我的智齿没有妨碍到我本身的牙齿，但是如果它真的长出来的话，怕会影响，所以就是先拔。对，明天就要去拔了，稍微小紧张，少吃点好。但我其实个人蛮喜欢吃烤肉的，就是比起火锅，没有，我最近觉得火锅也不错，就是有这种感觉。谢谢潘朵拉的守护灵。你今天妆感觉很浓。火锅本来就很常吃了吧，因为聚在一起就是火锅比较方便啊，就是吃火锅。比起吃一个套餐，当然你说去吃东方也可以，但就是火锅店的话，就大家可以一起坐在一起。哦，我们最近去吃咖喱饭，昨天有约一家跟吴奇慧，然后去吃。本来有约云爵就是一起吃，可是他去睡觉了，所以没有去。好、哦，开眼。你是什么？你我原本没有回来哦，对你没有要回来，所以没有约到，因为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真的原本没有回来。然后就去吃咖喱饭，然后我们进去那个店，其实很安静，一组客人都没有。然后我就看，因为一家先到，他就先进去了，然后我就走进那个店里面，然后发现一个人都没有，然后他坐在就是比较靠近。就是点餐的地方，就是比较靠近厨房跟点餐的地方。然后我就想说，我就先坐下来，然后我们讲话都变得很小声，因为没有很安静，就会变成，哎 ，hello， 好久，哎，好久不见，不会这样讲。我说，哎，嗨，就这样。然后我就说，是你自己选在这里的吗？他说，哦，还是他让你坐在这里。他说，哦，是店员带他，就是店员说你坐这边这样子。哦，原来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就是坐在那个点餐的前面很尴尬，就是因为太安静了，搞到我们有点不敢讲话。然后后来就是渐渐的就随意了，因为太安静了，一个人都没有。谢谢咖喱的缘分相遇，对咖喱。林杰希有没有找你去吃竹简？没有。今日寿星小晴可以祝福我吗？可以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玄蜜。出去吃饭有被粉丝认出来过吗？没有吧，应该是没有的。没有人真的不太敢。但因为有人爆哭了，为什么？什么意思？谁爆哭了？然后因为那家店我们也蛮熟的，就是也不算蛮熟，但有去过，对，有去吃过，就是还行，就是对。然后我们就在想说，我们上一次吃咖喱饭你还记得吗？就有狗狗的那一家店，然后我们就想说，但宿舍好像没有一起去吃过咖喱饭，因为高云爵不在，然后这次你们两个也不在，这样下次去吃。下次去过整间只有我跟我朋友的，然后店员一直在旁边待着，压力山大，可以跟他聊天。你们可以去后面吗？坐下来一起吃啊！一起吃啊！这样没有我们那一家是就是店员在，因为有好几个店员，然后他们在里面聊天，就是那种很温馨的那种，就是可能两个女生，然后他们在比较靠里面一点，因为点餐跟厨房
比较紧，然后他们就在厨房，然后就是轻松聊天这样。嗯，然后我有时候去点餐，然后我都不太敢去打断他们讲话，然后就说不好意思，就想说哎呀很开心，哎呀，然后不好意思，怎么了？就是也不是很凶，就是很突然，就是很认真 mode 这样子，但是认真 mode， 然后就说啊，是不是打扰他们聊天？因为他们聊天的时候真的很开心。然后后来因为我们吃的比较，我吃的比较快，然后后来吃到后面，我就很想加点一个甜点，然后我就说，我就看了好久，我想说到底要不要去跟他，就是加点，对，需要我帮忙吗？对，他们不是很凶哦，就是那种哦认真工作，嗯，怎么了？有什么需要帮需要什么吗？什么之类的。谢谢 Tin 的掌声鼓励。谢谢天灵的中秋会员票，谢谢你。工作梦跟闲聊梦似的，很专业。对，那我还是去点，所以我那天花了很多钱，我就是又吃了正餐，然后又吃了甜点。你是？就是每个月都在把钱花完这种人吗？月光族好像还好哎，但是有一点，因为就是对差不多要怎么讲，收入也不多，那当然是我还要生活，对不对？谢谢掌声鼓励。毕竟，好奇小新点了什么甜点？点了布朗尼，我爱布朗尼。对，我们六日，你六日有要干嘛吗？有啊，就不是要去那个吗？烤肉，有可能去烤肉。六，哎，不行，我的行事历在这，我的电脑在那。六好像有事情，但又好像没有。我们吗？还是你？我。我们目前这边是不是都 全空，五六日都没事。应该六没事，干嘛约我？约我？不是，我要跟我同学去啊。然后就是一起空闲时间留下来，然后找时间出去玩。可以啊。然后剩下的时间跟同学出去玩。可以啊。谢谢。布朗尼吃了布丁跟安妮。布朗尼真的很喜欢吃布朗，虽然有时候会有点干。对，我喜欢吃熔岩巧克力，那个叫什么呢？熔岩布朗尼之类的。嗯，小晴跟云爵看完恐怖游戏实况了吗？我们看到第六集。今天先到这，先到第六集就好了。对，中秋哎，大家，中秋去赏月啊，大家除了烤肉之外。我刚刚睡醒了，就一颗月亮超大，在我前面，虽然不是圆的。那很可怕吗？还是你觉得很温馨？它是白色的月亮，它不是什么。我记得我去年在三级，就你们都不在家，有一天晚上我突然醒过来。然后我就觉得外面的月亮特别亮，就是你知道我的床不是有一个大窗帘，其实基本上看不到窗口，只要如果你没有把它拉上去的话，然后我就打开那个窗，就我觉得突然觉得很亮，我就打开那个窗，月亮就在这儿，我说哇，好温馨，我就是觉得好都市的感觉，好 fantastic， 很棒啊。因为月亮是算是在那边的感觉，嗯，我房间很贴，就是很斜，嗯，然后刚好是可以看到在，好棒哦，勉强看到这样子。我好久没有去看，要不要去阳明山？哦，我最近想要去阳明山，我没有去过。啊，对，你不是山哦，好像可以去诶，我也没有去过阳明山，山，有两铺之类分，就是我最近我已经很久没有去散步了，就是。还是因为晚上回家都很累，跟就是都手机都没电，
如果没电的话，我真的不敢再绕路。对，但有电的话，可能就会绕一下路。我最近很久没有去，就是散步，所以我就都没有看到月亮。是我变心了吗？对月亮无感了吗？没有的事，没有的事。中秋节感觉就可以去散一个步，散一个步。但中秋节真的就是十五吗？8月15，应该是。晴天的月亮还是很美呀。好像没有看到是面东方，对啊。要看农历是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现在没有看到。三个不止个月亮，然后被割耳朵。农历的话是，可以跟法法去散步，不一样。因为我想啊，我就喜欢一个人啊，怎么样？欸，可是我没办法，我可以就是现在去散步，但我比较少这样子做，我没办法就是哦，突然想去散步，好，我下去走一圈。因为我曾经就是去散，就是真的是为了散步而散步，然后我就走那条。后面那条路，对，然后就很多蚊子，然后就叮被就对，然后就一直被叮到，然后就后来我就不想要这样子做，我就比较喜欢就是下班嘛，就是回家的时候，然后就是绕一下路，这样算散步。顺路，一定是走太慢了，跑起来。可是这样就不叫散，我就跟你走路会越走越快。对，是我在赶还是你在赶？没有，我最近讲，我最近走路都很快，我不知道，可能是脚程也是快的人，但是散步应该要慢慢一点，不然就会你喘，还要边聊天。对啊，因为我觉得内心可能有点着急，就是一个状态。就我最近的状态是慢的还是快的，很看得清楚。是什么来着？那天是什么呢？哦，就是8+9月，就是生日会结束之后，我们四个人一起去吃饭，吃晚餐。然后我跟我走超快，然后我跟柏林走超快，然后就说我们是都市人，都市人。然后瑞婷就说不要走那么快啦。然后我说没关系吧，哦，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拿很重的东西，我就想说赶快到店里面。我说没关系，我去店里面帮你们看有没有位置，然后就走很快，走很快，看情况，就看情况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想象中悠闲在草地上散步的场景，其实现在是现实是在喂蚊子。对啊，为什么会有蚊子？不然的话，我也很憧憬去露营吗？就是我已经讲好几次了，就是很想去露营，但是现实中就是真的会有很多蚊子。然后买了个驱蚊的那个，你知道吗？我知道啊，还有用吗？有啊，它有用哎，它就是。驱蚊风扇，但我本来是为了觉得它很可爱，它是一个很可爱的电风扇，然后买回来，然后结果它风力一点都不大，它真的是佛驱蚊这样子，又是一个无用小品，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颜值。今年如果有那个交换废物交换礼物大赛，我就把这个捐出去。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季的无用小物，耶！宿舍蚊子吗？其实还好，就是偶尔。嗯，很可爱吧？然后这个呢是一个电风扇，你只要把它插进那个插头。来，我们来演示看看哈。啊，这个不是。刚好这边有插头。很可爱吧？我就是看中了它的颜值，然后它就会亮了。它亮了，哎，你可以停一下那个，哎，电，哎，电，电，电，没关系。停一下那个音乐，音乐。
大家听一下，应该有听到吧？就是他有在动，他的声音很小声，就他是有一个一点点的风。我买它本来是为了电风扇，那你觉得它有吹到你吗？电风扇没有啊。我那时候想说这是什么，然后就它后面还比前面凉哎、欸，真的还是你们用它就是真的我驱蚊，你知道吗？对，就是，但是我把它放在那边，就真的有在驱蚊作用，好像真的有。有吗？然后我看到就是有果蝇往里面冲哎、欸。就是，也是果蝇超多，然后就是你正式放在这里，它就运转，然后就想它是在干嘛，然后就看到就是果蝇，还是就是这样，其实就是这样，超恶心，里面是什么？其实就是这样，然后它驱蚊呢，果蝇也是小黑蚊吧？那蚊灯会比较好一点。啊，你就在里面积尸体这样的，超恶心。他没有尸体啊，那他去哪了？他不会消失啊，里面是黑洞哦、喔。对，这黑洞真便宜。真的假的？那里面没有尸体啊？等下你又感觉看不到是风扇嘞、欸，它是透的啊。还有它就是果蝇的那个，果蝇很小只嘞、欸。可是它就是果蝇的那种游乐设施，就是这样喂喂喂，救命！反正就是这个感觉，它就是很可爱。就是、你的无用小物有没有排名啊？你觉得它第几名？哇哇，那个已经坏掉了，大家。我给你们看，大家一直都很关心的我的小翅膀，它真的坏掉了。有那条线吗？好像没有诶、欸，好像没有。好吧，没办法展示给大家看，但是没办法展示给大家看，但是它的确就是，它的确就是坏掉了，它真的坏掉了。对、嗯、，Hello 永妮，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排行榜，大家可以自己拍一个排行榜。谢谢小皮的胶卷，无用小物。还有什么我买了又没在用的？没有哎、欸。对啊，颜值大于一切。我发现我买一些 无用的小物，通常都是颜值。但我跟你们说，就是那个水袋是真的有在用，就是偶尔我很累，但是又有时间的时候，我就会拿来泡脚，是真的。我会跟一家在那里沙发去泡脚。好臭、哦，驼背矫正器，驼背矫正器也还在，只是我没有在用而已。对，因为它不方便，它没办法带出门。要不要吃？不要。好吃哎。呀，你多吃点。谢谢莫涵的旅行支票，是不会打开了还是不会充电？充电好像还行，但是好像就翅膀打不开，然后它就卡卡卡卡卡，就卡在里面。对，哦，好香哦，是，嗯，是面包的味道。现在去按摩最近去按摩之前都会先泡脚，感觉很放松。去按摩不是都会先，就是好像他都会安排你先泡脚，都会是。我昨天就是我们在练习的时候，然后我就说不要教了，然后就躺在那个沙发上，然后吴奇慧就过来按了一下我的腰，超舒服。我觉得好累啊，然后想说我好想去按摩，还有就
超婚前周末去按摩，然后吃两只烤肉，哦，不行了。而且就是最近就睡觉都睡得很累，就是早上起来都很累，然后搞到我以为我确诊了，然后我就去快筛阴性，谢谢。为什么去快筛？没有，因为我昨天，对，我昨天就是前天睡觉，就昨天早上的时候，我鼻塞到一个点，就是我呼吸不到，然后我想说到底是怎样，就是为什么就是会那么塞，然后后来我就忍不住，因为我很想睡觉，所以我就跑去客厅睡，然后睡了两个小时什么之类的。我说在客厅睡了两个小时，因为很塞，然后又有点喉咙痛，然后就是我就以为我自己就是发生什么事情，有点害怕。对，因为最近就是也有成员确诊嘛，对，然后后来我就去买快筛，然后阴性，所以就还好。因为很突然，而且我有密切接触确诊者，也没有密切了，就是有碰到，对，就是不是采接，对。对啊，最近天气变冷了。嗯，因为我不太会。是秋天的吗？还是就是没有？我觉得是单纯我房间有点空气不太好，稍微。对，然后就觉得，而且最近冷气很冷，我不是一直说想要关冷气，但是关冷气又有点闷，又有点热，没关系，就开电风扇，因为我就是蛮怕冷的，因为很少会喉咙痛，然后又。那你觉得可以穿那种牛仔外套？可以啊，是很蝙蝠这样的。可以吧，没差吧。但是你想一下，其他人就是对吧？对啊，不是是。哦，可以吧，可以吧。这季节睡觉，晚上睡觉开个电风扇刚好。哦，我最近连电风扇都没开，对，超凉。对，可能是因为我们晚上有开冷气，会吗？还是就是真的是空气变凉了？台风之后就没有之前那么热到受不了了，这就是台风的作用啊！一切大自然都有安排，好不好？但没办法，就是这样，本来就这样，但通常会过，通常都就是没那么严格。对，我们宿舍很凉吗？就是没有到凉，就是不热。看区域。对，不热。嗯，有风就凉，因为就是窗户很多。嗯，你会开窗睡吗？嗯，哦，是啊，我没有开窗也 OK。开窗户太冷死了。这样太夸张。对，因为风很大，冬。什么冬冷夏热，但是有风就会超冷。最高吧，高又那个，风又更大。大楼风。不知道放在哪里。我觉得这手机架很高，但是我觉得放下面又很矮，那放在这个天使之塔。太斜了，它可以掰吗？欸，这样就好了。这样看起来好像俯视他们。对啊，不能掰啊。啊，我知道了，天才。开窗不会很吵吗？会耶、欸，会吗？会，我会很吵，差太多了。谢谢 CK 和 MK， 谢谢 C Kurolo MK 的掌声鼓励。好耶、欸、！C Kurolo MK， 我有看到你的留言。
天才。谢谢博伟的缘分相遇，很想二单握手会抬头看小青的视角。对啊，那时候站很高哎、欸，酷洛洛，酷洛洛 MK。谢谢 JC 的克克仙子之术。天哪，愉快愉快愉快放假。你是不是没有？我今天一直在出走哎、欸。这里会有橡皮筋，哎有哎，在你的后面。还有那个写书机里面的发花枝，是我的我的发圈吗？救命！干嘛？我就看。转车中努力走路，小心晚安。嗨，旁边是不是太想吃东西？他已经吃了一个、两个、一个面包了，已经吃过面包了。很小，这算什么东西？这是什么？里面是什么？就是有一点奶油。哦，我知道这个，这超好吃，它叫白脱球吧？对啊，还有一个黑豆豆，它还有一个黑色的，不知道怎么。黑豆豆啊，它叫黑，它叫黑豆豆，对啊，太可爱了，还是。黑旋风，我不知道黑什么黑豆豆包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我看到在旁边，就是那个、对啊，那个超好吃，我以前很爱吃。吃过晚餐了，是里面像麻吉那种感觉吗？还是不是？不是，里面是巧克力。对，巧克力小豆，就是超好吃也很便宜。对啊。小青有看六十单的 MV 吗？觉得如何？我觉得很漂亮哎、欸，特别是他的景跟他的衣服跟就是。很夏天的感觉，然后同时又很，因为我很喜欢明亮的背景嘛，怎么说，就很喜欢外景，有阳光的感觉。但我唯一就是能够感受到，因为他们在跳舞的时候，他们的地板是很亮的那种，然后我就觉得感觉应该会很热，就是会反光。我现在是看我的脸是很黑啦，我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才可以让。哦，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对，感觉会黑眼豆豆，它叫黑眼豆豆，太可爱了吧？对，就感觉会就是反光，对，睁不开眼睛，但我看好像还好哎，很漂亮哎，嗯。然后我也很喜欢他们的制服，虽然就是早就已经看过他们的制服了，因为就是之前已经出披露在节目上出披露过了。但是喜欢小丽友谊前辈的，就是造型，他们去冲绳，对，很漂亮。然后就是很多关于手机摄像的那种画面嘛。感觉很新颖，但我不是第一次看纸版的竖版的 MV， 就是大概两三年前我就已经有看过类似的，所以我不会觉得哎好新奇哦，怎么这次会用纸，所以我就还好，我觉得对就还好，没有到很新奇哇，第一次看就还好，但是就是觉得是一个很新的手法，然后也不是很新的手法，就是他们的一个新的尝试，然后。像是一些特效嘛，有点像录影那种特效，还有就是有点像记录日常的，都觉得很贴近最近的事实。我现在很中肯的在评价这个 MV， 完全不是在讲感想哎，对。第一次看纸的应该是 Equal Love 的，我应该再早一点，好像 Wasta 很久之前就有出过了，所以。就是，对，嗯，
我觉得他有个缺点就是，没事，就是有个缺点就是在手机看 MV 会很方便，可是在电脑看的时候，因为电脑都是横的，所以如果用电脑打开就会变直的，就变得比较小一点。嗯，但因为这次就是 AKB 的舞蹈，就是这次的舞蹈也是设计成比较适合用直竖拍的感觉，直拍的设计，所以就是这也是蛮特别的，很期待如果有一天可以，就是开，如果这首歌有开放摄影或拍照什么的时候，感觉会拍得很好看，这样子。谢谢吃西瓜的红玫瑰，谢谢紫薇的真情告白，好像自己拍的。也可以把荧幕用直的看，可是如果按那个全荧幕之后，它就会放大，它就会直接放大，它不会往斜的吧？小晴有听过黑眼豆豆的歌曲吗？没有喂。谢谢 Plus 的红玫瑰。Hello Sam，Hello 浩哥 ，Hello 五呱呱。谢谢 QQ 的红玫瑰小红包，是不是？我的阳光红包。对，我很期待更多的就是舞台，嗯，因为真的很漂亮。谢谢人豪的缘分相遇，谢谢叶白的红玫瑰。QQ 是不是太简单了？不会啊 ，QQ 哭哭。这是我忘记了的东西，好吃吗？哎，不行，我叫大牙头。很可爱，山楂饼。我最近有一种一直想要喝，就是不是喝，一直想要吃饼干的感觉。因为我以前从来不太会买洋芋片，因为我觉得买了就会吃。你不觉得我很少买吗？以前，但最近我最近超常买。我很久以前不太会买饼干，对，就不会太买零食。巧克力会买很多，对，巧克力会买很多，很爱买健达，但是，对，但这是最近你在干嘛？但我最近很常就是有事没事，然后下去买了两包什么洋芋片过来，哎，来吃。对啊，你怎么你超夸张哎？对，很好吃。你买四包啊那个？两包的再买。对，有一个什么九州酱油口味的，很好吃，推荐给大家。欸、我因为它这样子，它是挤歪了我上最后一颗牙齿。你在痛吗？没有，现在还好，之前渐渐痛。然后它挤歪了最后牙齿，然后我要咬合，它就挤歪我下面这颗牙齿，不是密一对的一对的嘛，它就挤歪这个，然后它这就歪掉了，下面也歪掉了，好痛啊、哦！救命！这咬东西很不顺，就有一种，好像那边还有一颗智齿，感觉它歪掉。第二件打折的受害者，有一点很香哎，又很好吃。如果小晴不当偶像，没有体重管理限制，你会觉得你会比现在胖吗？这是很难的问题。我也不知道，因为其实体重来说，其实没有变。我来台湾的时候是44.6。多少都会在意一点吧，就是不会太胖。可是我就是我四年前就已经44.6了，但是我四年前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体重是几乎一样，变结实了。对啊，但是体重几乎都一样，不是少女们脸上的胶原蛋白要流失这样子，但是很刚好了现在。对，是啦，反正就是可能会就是
因为职业关系会有比较有美意识，对，就是会想要让自己变漂亮一点。嗯，如果你说未来的话，我觉得未来不会变胖，对，不会突然变很胖，对。但如果我本来就没有在做这个职业的话，我可能会进度会比较慢一点，对，没那么快去意识到就是很想要变精致这件事情。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成长，对，因为你外表变漂亮了，就是你自己接受你自己外表变漂亮的时候，你同时你个人也会比较有自信。对，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一定要变成多漂亮，或者多瘦，或者是多好看，或者是什么化妆超厉害，就是你自己接受你自己变漂亮的程度，你自己个人就会有，就是比较会有自信。你有自信的时候，你整个人的心情跟你的状态都会变得很好。但我也有不满意自己的地方，所以就是，可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吧，对，就是不可能一直觉得哇自己好漂亮，就是总会有一些自卑或者是自己没有很满意的地方，反正就是有自卑的地方，就是展现你的优点，隐藏你的缺点，又或者是改善你的缺点，就是两二选一这样子。嗯，大家会有成就感。四年了一点长进都没有，我有变瘦过，有一段时间我变得很瘦很瘦，就是我之前最瘦是42吧，42点多，就是三级那段时间，42.3，对，但就是吃的比较少一点，但就是我现在有目标再瘦一点，可是就是。看起来就慢慢来，就是要健康的瘦，不然的话会没有力气，因为我们体力也很重要。嗯、不当偶像你应该会差不多漂亮吧？不知道哎、欸，我觉得不需要去想不当偶像会长什么样子，因为就是对啊，就是已经我现在在走这条路，就是不用去想本来会怎么样，对。超漂亮，细胞，好漂亮，在分裂的时候，好漂亮，细胞骨架。OK， 只有你会说很漂亮，你像星球哎、欸，嗯，因为他现在在看他自己的，这是什么报告？他的教讲义，他在讲讲义，对。Hello。我觉得我可以开始跟你们分享那本书了。哎、欸，我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去买，因为我看完了。但是因为我知道不能全部跟你们讲，但是我真的是非常，为什么不能全部跟他们讲？因为有版权问题啊， oh. 就是你不能全部读给他们讲。这样子。对， oh. 但是你可以用你的角度分享给他们听。Oh. 对，可以换句话说。对，可以换句话说，但是我觉得他每一句都是精华，我真的很难换句话说。完了，而且我刚刚在笑，刚好很像是我在打喷嚏，就是张法把它打喷嚏，好不好？哎呀，请看，B F T C F G F I F R F K F， 好烦哦，不要笑，太尴尬，一直压到那个，哦，你可以把它放下去，因为没有这处。你做不用当主持人，对，像有那种大气。他打喷嚏都很大声。哎，我刚刚还好吧，没有回音呢。救命！好，然后跟他就是介绍一下这本书。这本书就是逛书局刚好看到，突然觉得你为什么会这？但是，大声，所以我就买了。对，没事啦。你为什么会在这么多书里面想要挑到这本书？就是其他书名也写得很好啊。因为我就觉得它不够。哈哈哈！我想说，我先看完，然后再给他看。不可能。好，没有看，对，不可能，不好意思。好。这本书就叫做《格局决定你的结局》，48个让人生正向发展的思考题。48，对 ，48，对，我就是看到这48，所以。我觉得，哎、欸，我们不
是 AKB48 Team TP 嘛，我就看到这个48，所以就买了，嗯、对，太有贪爱了，是不是？对，对，我不知道该怎么讲，但是我觉得他们每一句都。哦，为什么我会想？其实看一看就算了，但为什么我会真的想要去买？其实是因为我翻了翻他前面，然后就从我是被他前面有几句，就是有吸引到，我可以念一下，截录一下。他的自序，他的第一章也不是第一章，是序章。他说，看一个人的结局在格局。他一开始就说，看一个人的身价要看他的对手，看一个人的品格。要看他的好友，看一个人是否好命，要看跟谁比；看一个人是不是人才，要看摆在哪里；看一个人能爬多高，就要看根基有多深；看一个人能装进多少，要看他空掉多少；看一个人有没有自信，就要看他是否真的相信；看一个人能否度过难关，要看他的人生观；看一个人是否。达成愿望就要看他是否克服欲望，看一个人能否成就大事，就要看他是否注意小事，看一个人是否成功，不是看他赢过多少人，是看他成就多少人，看一个人的结局就要看他多大的格局。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但基本上好，我现在看完这本书之后回去再看这自序，我就发现啊，反正就是这一段话呢，就是它的第一版，然后就是这里就是讲完了后面的所有的内容，对，基本上这就是重点就是这几句，就是这一小篇，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不知道你们刚刚有听进去多少，因为看字跟我念出来。再加上我的口音可能就是不太清楚，但是基本上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对，所以就让我比较想要看下去，对，因为我觉得他分很多 part 了，然后就是讲一些你对自己的人生观跟如何你可以成为一个格局比较大的人，但你我真的很难，我真的不太会总结该怎么说，但我觉得就有一些人生观就是可以让你，为什么一个人会很常烦恼，很常生气，很常觉得怨，很想要抱怨什么的，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你的格局如果放大一点的话，你就不会再去烦恼这些小事情，因为就是这些事情都不太需要烦恼，你最重要的是专注于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对，后面是实力嘛。哦，对，这本书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他说的道理，他都会举很多例子，让你一看你就懂，就是他在讲什么。如果你说你觉得哪一个题目或者是哪一个是重点的话，我真的觉得很难去选择一个你觉得是最好的题材，因为我觉得他都讲得很好。对，有些可能没有到我觉得哦很适用在我现在的就是经历过的事情里面，但有些就是很适合，就是有点提醒我，叫我不要去太过于在意一些就是自己没办法去接受或者是很难过很生气的事情。对，我来看一下我比较有感想一点的，但我应该会再看一次，因为我现在完全没有看笔记，我就没有写笔记，就是我也没有标签什么，就是哪一个比较喜欢这样子。看我最近因为看到后面了，我觉得有个觉得还蛮好的。哦。例如有一个叫做，就是最后一个章节，他就是说，这就是你跟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别。他就举了个例子，他说有一个老师带一个学生去出游，然后他那个学生不小心掉进河里面了，对，然后但他不会游泳，所以他就拼命的喊就救命，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个人在旁边，
钓鱼，但他看到这个听到这个呼喊声之后，他没有去帮忙，甚至是就这样转身就走了，他没有去救他。然后幸亏就是后来有同学就是赶到，所以才就是救了他的一命。然后那个学生就一直就是骂那个钓鱼的人说，真的是见死不救，真的是很没有道德。然后那个人就回嘴说，奇怪了，我又不认识你，我救他也没有好处，为什么我要救他？然后学生就很生气，但是老师就说，不要跟他生气。然后后来有一天，那个钓鱼的人也不小心掉进河里面了，他同样也不会游泳，只好一边挣扎一边呼叫救命。然后老师跟他的学生也刚好在散步，听到那个呼喊声之后就跑过去，然后就把他救上来。然后学生就很后悔，就说，如果知道落水的人那个人是他，我们就不救了。然后老师就拍拍学生的肩膀，然后平静地说，不救他正是我们跟他之间最大的区别。你们懂吗？就是有些人会说，他对我不好，我为什么要对他好？他有没有帮我，为什么帮他？但很少人就会反过来跟他说，如果你今天跟他一样的话，你们又有什么不同？对，就是重点就是说，不是说你一定要去救人，也不是说就是你们今天一定就是哦，就是叫你一定要好心救人。他的意思是说，就是不要，就是如果你今天自己是，你要坚持你自己有的原则，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这样子的人，所以我们才会这样做，而不是因为他不做我就不做，就是他这样子做我们也不要这样子做。对，这样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对的，那你也不要跟他们一起做，就是你有你自己的原则，你就是去坚守你自己的原则，这样子。就是这样，这是我最后一篇的一章，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对啊，然后中间他也有讲一个，我忘记是在哪一边了，然后有点像吸引力法则的东西。他就说，其实你自己讲出来的话，自然而然就会实现。例如说，如果你今天一直说，就是没办法，我做不到，做不到。自然，其实人生是很神奇的。你有时候，我今天觉得我出门感觉就会拐到，感觉就会拐到，会不会拐到啊？好担心哦，会不会拐到？搞不好就真的会拐到。但是如果你没有去想这件事情，你可能觉得哦，我今天会成功，我今天会成功。成功好像有点大，但可能例如说我一定要做到什么，一直去想这件事情的话，就很奇妙的，就是你就会越来越靠近成功，或者是越来越接近你自己想做到的事情，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逻辑。所以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尽量不要把做不到或者是一些坏的事情一直放在脑袋里面，或者是一直讲出来，因为讲出来的话就真的会实现，这样子。这本书有几页？我不知道耶，看一下，236，很少，很短而已，236页。对，大概是这样子的例子，还有好几个。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有时候很多小事，也不是小事啊，就是不去深究，然后让自己变成一个格局大一点的人，就是会比较舒服吧？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格局大？好难去解释格局。为什么一定要格局变大？你觉得呢？不知道，你人生过好过，也不会因为小事就生气。对。但没关系，我就是爱生气。可以生气啊。啊。也没有叫你一定要就是完完全变成这样子，只是有点像开解你吧。就是有些事情，如果我们可以以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然后让自己的格局放大，不要去纠结于，就是不要把事情想那么的局限，不要那么去局限自己的想象跟想法的话，我们做事情就会变得更加多元嘛。我不能说多元，就是更加角度会，对，没错，角度会更加辽阔，对。
看的比较多，没错没错，眼界会变宽，对，很棒耶。而且我有一个也是觉得还蛮有同感的一件事情，就是也不是同感，就是有一种啊，原来如此，说的也是的一个点是，他有一 part 是说，其实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加分制，是扣分制。对，人与人的关系其实是进行一个扣分制，不是说你今天一个人如果给另外一个人的印象原本是例如说100分的话，他不会因为就是如果他已经扣分了，扣到底已经零分的话，他不会因为一件事情可能洗白了就会变好，而是只会一直扣下去，因为他对他的印象就已经扣到下面了。所以就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就是也不是注意啦，但就是不要，就是小心一点吧，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我可以看一下好了。就是扣分制，就是所以就是不要一直就觉得哦，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他一定就是能接受吧，一定能接受吧，这样子就是正常也是扣分制。对，我刚刚好像有看到哎，但在哪里呢？这里哦，好像扣分制好像不是这本书讲的，反正是我看其他东西他讲的，好像是哦。应该也会加分，但是重点就是说扣分会比较多。对，的确，你今天如果你帮了他很多次，或者是你一直就是送他礼物啊，或者是什么的，就是反正就是你跟他交情很好，这些事情的确会让你的户口存款存一些，就是存一些分数。但是扣分制是不可避免的，就是你如果今天就是对他不好，或者是说让他就是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的话，你扣到一个底的时候，人家对你的印象就已经在那边了，所以就是在这之前就不要让自己再扣分了。对，嗯，这是看这本书让你想到以前没有，因为我看书看很慢，我会分很久很久看，因为我不是每天都爱看书，就是可能啊，今天没事来看一下书好了那种类型，而且我已经很久没有看书了，好啦，赶快多看一点书比较好。对，然后但我很喜欢看一些文章，或者是如果刚好看到的话，文章或者是一些影片，可能例如说在讲说什么演讲什么的，虽然演讲不太常看，但就是文章影片什么的都会讲一些话，然后偶尔会看听一下别人的分享，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就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对，也希望就是当我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的格局就要打开，不要去纠结于一些
小吃，因为我们的目标跟梦想跟想要成就的事在更加远方。谢谢推荐。谢谢好孩的掌声鼓励。对啊，格局放大一点。虽然是这样了，但虽然看是看这样了，但是就是还是很容易生气。对啊。但我就要放平心态，对，放平心态，转换思考。没办法，就是没事没事，反正就是努力的让自己改变自己，因为自己只有自己能改变，事情可以去处理，但就是事情的走向不一定可以，你可以改变，但你自己的心情、你自己的状态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所以唯有这件事情可以自己加油，这样子，对。谢谢信伟的告白气球。对，人人都懂，但做不做是另外一件事情。我最近有看到一个外国人在分享，他说，就是我都很不怕把我，就是有些人说我分享那么多东西，你不怕别人都去做，然后都把你拥有的才能都抢走吗？他就拍了很多那种教学影片，就是关于一些科学的还是怎么样的。他说有些人问他说，你不怕就是每个人都做了然后超越你吗？他说一开始他会怕，但后来他发现了，就是他拍了，但是没有人像他一样坚持下去，去把所有事情都做到。如果每个人都愿意去坚持去做的话，自然而然的大家都会变得很厉害。但他后来发现根本没有人去做，所以其实坚持是一件很困难也很就是很厉害的事情。如果你能够坚持这样子下去的话，是很厉害的。所以就是哦，这本书也有讲啦，就是你什么胜过欲望，就你如果想要达成一件东西的时候，其实重点就是你要赢过你自己的欲望。来看一下是什么。能否达成愿望的话，要看你能不能够克服你的欲望。就是你能不能够，例如说，我今天想要减肥，你能不能够克服？你就真的是坚持下去，你就不要把胜过你那个想要吃东西或者是懒不想做运动的欲望。对，所以就是无论你今天坚持了多久，只要你今天想要去坚持，有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踏出了第一步，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胜过你的欲望，然后再坚持下去。对，但我觉得也不用那么灰心，因为就是一直有人说哦，就是没有人能够做到啊，哎，怎么能够坚持下去？这就跟我刚刚说的那个，就是一直把做不到挂在嘴边，就是永远都不能就是成功的那一类型，对不对？其实每一句话都实现了我们讲的东西，对。就会先讲，我们都会先讲做不到，不想去做。但如果你今天先忍住这句话，你试试看，就是忍住这句话，搞不好之后就可以成功了。你忍住不讲出来，或者是讲另外一句我可以，搞不好就是多讲几次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想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就会开始踏上了成功的步伐。大概是这样子。很容易输给自己，对啊，忍一忍，忍一忍嘴巴，对，有时候会很那个啊，
丧气嘛，很容易就讲出来，就说，哎，什么什么什么，哎，什么什么，对。但我没有强迫大家一定要正能量啊，因为这样很辛苦。就是，当然如果你撑得下去的话，你就是踏上了成功的步伐。但我没有要强迫大家一定要成为一个，就是难过伤心也一定要让自己就是正能量起来的人。对，就是情绪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有情绪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我今天有压力，我也会在房间突然什么事情都没有，但就是很想哭，那我也会哭啊，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也不需要觉得啊，我一定要成功。对，人生是你自己的，所以就是你想怎么使用都可以。对，你想要怎么使用的，你想要怎么走，你想要怎么选择怎么使用，这都是你自己的人生，所以你有权去自己去选择你自己想怎么去过。今天就算我过得没有成功，很懒散，但很和平，这样也蛮好的啊。对，但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对，你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但就是自己负自己责任，就不要再怨了。对，因为是你自己的选择。对，对，啊，就是讲，这就是我上次一直跟大家推荐的一本书，就是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就是可以去看看这一本书。希望我能够好好吸收。你今天搞鸟毛？应该有吧？啊？可以啊，可以啊，你开。欢迎大家推荐我其他书，或者是还有书你要读吗？不是，还是送给我你们看过的圣经。圣经，哎，我真的买了那个字，我就不敢看。而且我能聊一句，我还没看完。字超恐怖的，是不是？我看了一点点。的嘛，对呀，乙一，我真的很喜欢看乙一，但是我要看很，对，因为觉得乙一写的很可怕。对，什么问题？我看到这里。真是看上去啊，可是早上我真的只能在早上看，晚上不能看。但是我早上有时候会怕我自己害怕到，对。Zoo 就是恐怖悬疑，封面很漂亮，爱死了。网上有看的版本吗？你说这一本吗？这一本可能要去找找看哎、欸。嗯 ，Zoo 好像有啊。这个很简单，这个超简单，就是很白话。这是说什么？心理学，就是。反正你借给我的话，你就要借半年，因为我看书真的看很慢。对、啊、对、啊、对、啊。对。那也不是我说的。哦，就是短篇集，没错，就是很多短篇，然后放在一起。好可怕、哦！没关系，我已经忘记上一个故事在讲什么了。这个很难，这个我以前看不懂，看不懂，或者看一点点。我肯定也看不懂，我真的是。这个很简单，真的刷一下就是看完了。好，再说。好，大家再好，先拿一个简单的、嗯、，OK。好，欢迎大家，如果有推荐的书也是可以，就是寄给我。爸爸送给我的是心理学讲义。对啊，我以前看书完全不太会哦。我在高中的时候就突然很想要看这种价值观的书，但我以前真的很爱看小说，有图的那种，很喜欢看青春小说。我忘记那时候很喜欢的是什么，有一个君作者，有个人，有个君字，林君什么的。是、啊、我刚才在找我手机。我对心理学有兴趣吗？
嗯，还好。他没有很学术啊，你讲个例子，我觉得也是蛮，也可以蛮。是人生观吗？不是，心理学是什么？你会觉得就是你看完不会还会觉得他很惨，会觉得他很可怜，所以你不会这么生气。嗯，对。我刚刚把它就搜寻一下，搜寻一下我以前喜欢的，好像叫什么《叛逆岁月》还是怎么样？对，香港的小说，对，爱了。心理学我以前有学过一点点，学过学校教，也不是，好像是选是好通识，但是。我没有想选，但是听说，但是就是一两课，然后是那种很，哦，不是，我是看书，哎，我有上一课吧，然后我有看书，对，然后看书看一点点，然后但是好像没有到学会，就反正就是一些肢体语言去，表现出一个人的个性或者是他的想法跟他的对的那种，不是心理学不是有分两种嘛，就是我说实用跟就是能够用的心理学跟一个就是观理论性的，对对，好像有分两个选修，我不知道课那个标题、啊、应用数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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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之类的。我今天买了一堆书都没有看，我就连翻都没翻，就看打折就买了那种。嗯，反正它的封面就很好看，我就买了，然后就从来没有看过，我就放在你不会先翻一下那个吗？它超脏哎，这样哦，天哪！可是你知道素有分好几个出版社，然后我就偏选了一个封面很好看的，真的很好看，真的很漂亮，好爱哦！我真的不敢看，我等下会再看一张这样子。好，对，大概是这样。谢谢分享直播间，可是我差不多要关台了，各位。我差不多关台了，谢谢你们今天来。哦，是异世界小说哎，在直播。哦，而且我很喜欢看那种电子小说嘛，就是那种。哦，我很喜欢看言情小说。哈哈，我是少女，我真的很喜欢看言情小说，就是手机可以看的那种。那种 P 站的那种小短文。啊，那些也不错，对，但是比较少看同人文，我想看，就真的是看言情小说。救命，总裁系列，还好不喜欢总裁，但我也有看过。对啊，我真的觉得有言情小说真的是，其实言情小说蛮没营养的，就是你看就是你也不会学到什么东西，对，学文笔嘛，其实也还好，不一定每个作者都写得很好看。就是真的是有那种技巧的那种，对不对？但就剧情很好，想推荐我推荐呢、啊，我真的很爱。我看言情小说可以看得很快，但是我看小说是一种我看这种就是看很慢，就是可能一个礼拜才翻两次这种。言情小说是可以追，每个晚上就是晚上准备要睡觉，然后充电，然后再看几章，然后想睡就睡。我昨天也看完了，就是一个漫画的第一个章节。一整个章节，就是好三十几集的那种，叫什么？等一下，什么春之花的，就是世纪什么忘记了，反正不是，反正就是忘记叫什么。哎，你去上网查一下春之花，然后漫画这样。没有，它就是有分四季。恋爱的季节，对，它叫恋爱的季节，对。哦，韩漫。对，恋爱季节，我看完了春之花，那我看到夏之花，好像是比较悲情的，我就不想看了。我只想看甜文，你知道吗？我真的是不喜欢看虐文。嗯嗯。虐文可以，但就是希望是 happy ending， 不然的话，就是我看虐文看 B。就是 bad ending 的话，我会很揪心，就是很辛苦，我会走不出来，很辛苦。有没有睇过《紫娟》？
好似有又好似冇嘅感覺。感覺上以前翻學喺圖書館應該有提過一啲，但係有啲唔記得。嗯。但是我看日文的，可能真的是同人文，就是同人文才會看到。很喜欢某个角色什么的，然后就会就是可能去看有没有人去写其他文的那种，意外的很粗。对，刚刚讲那么知性的话题，然后其实是一个就很粗这样子。听到小晴讲言情小说，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吸血鬼。吴奇慧的《吸血鬼与魔法师》可以在那个高雄电影节看到，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寻一下高雄电影节的资讯。是我们小慧，我们小慧有叫什么？有被提名哎，厉害，很棒！你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哦，你好，马来西亚。吸血鬼类型的我也没有很喜欢。我到底喜欢什么？其实总裁我还能接受啦，吸血鬼就是不要吸血都 OK。 我不懂，我真的是那个阴影太重了，那个吸血鬼恋人的阴影真的很重，你还记得吗？之前你有来过马来西亚吗？没有，我没有来过马来西亚，但是我之前就是来念书的时候，我之前有马来西亚的室友，对，学会了蛙劳，蛙劳，你可以叫我 Rex， 你好。目光系列你的你不爱吗？有看过，蛮喜欢的，因为很帅，对，但是也是蛮狗血，对。马来西亚蛮多美食的哦，希望有机会可以去。我想去马来西亚，然后也想去泰国，然后也想去新加坡，对，越南也想去。真血鬼果灵，我刚刚看到真血鬼灵果，sorry。小钱目前去过哪些国家？去过日本，对，台湾哦，台湾，台湾跟日本，没了。敏感哦，不要逼我讲，不要逼我讲。对，没了。嗯，好少哦。来自韩国，以后可以能来韩国，我也想去，很想去旅行哎。没什么没哦，没有去过其他地方了，对。去过的地区只有，救命！嗯，啊，肉骨茶，我也很喜欢吃肉骨茶，虽然应该不是正宗的，但是我很喜欢吃。高中毕业就了，对，而且我以前真的是没什么机会可以去旅行，就是真的是没有搭过飞机的那一种。我有跟就是学校搭过一次飞机，就是游学团，哎，不是，等一下，对，游学团，对，然后就是来台湾，来怎么去都是台湾，对，然后来过一次，然后后来就是甄选的时候再来这样，然后就都没有去过其他地方。然后你说如果搭飞机的经历的话，除了来回香港跟台北，然后跟 SSK 去日本一次，然后还有搭飞机去上海一次之外，就是都没有，就是就没有搭过飞机，就是没有去其他地方过。对，
深圳吗？深圳有去过，对，深圳广广东没有，深圳有去过。桂林没有，没有再去过其他地方了。对，我一直对，大概是这样。希望可以去旅行哎，我们一直说我们可以去，就是四个一起去泰国。嗯，是啊。对，然后一日来回没有，一日来回那多有钱。对，对啊，都开放了。我也很想去看韩国，虽然就是比较不太认识，没有到很熟悉，就是韩国的观光点。哦。我有一个特别想去的地方是法国，但是就是我后来查了很多资料，我真的很想去，很想去看巴黎铁塔，但是就是法国听说治安有点危险，就是没办法，就是我一个人去的话感觉有点可怕，就是虽然我也没有想过一个人要去了，因为其实我是不太敢一个人去旅行的人，对，哦，可是我也很常一个人去旅行，对。嗯，然后还有伦敦，对，很想去巴黎跟伦敦。对，是为了甜点，是啊，的确，没错。滑雪，我也没有滑过雪，我没有。你有看过雪吗？有啊，没有看过雪。它不能编辑是不是？可以啊，用其他地用，我不知道哎。哎，我不知道，我没有用过书，我还没有升级到这个盘。哦，你们已经变很厉害了，不敢玩了。没有，我只是苦力型，不会动脑的乱收集一些东西。想去看极光吗？还好。想。还好，我没有到那么的想去看极光，它是我人生清单的其中一项。嗯，但是我很想要就是滑雪，我想看雪，但我真的很怕冷。看雪跟真的去溜冰，就不是溜冰场，就真的去湖面溜冰。这样子。对，因为我很喜欢天鹅湖片。因为有个芭比的动画，就是很像，怎么说，就是芭比娃娃，你知道吗？芭比就那个金头发的，然后还有一系列动画，对，然后就是有一篇是天鹅湖篇，对，然后就很漂亮，哈哈哈，啊，胡桃。这怎么念？钱？对，但我们叫胡桃夹子。胡桃钱也很漂亮，对，我也有看。对，我有 DVD 在香港，对，有那个天鹅湖跟胡桃钱。谢谢阿成的带你去流浪，胡桃夹子，对啊。你有来过新加坡？我没有，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我没有，就是我真的是没有去过其他地方旅游了。对，我连台湾都还没有全部走完过。嗯嗯。哦，我想去垦丁，还想去那个，还是中秋人家去垦丁？明天吗？对啊。后天吧，好像可以。哈，好累哦。好懒哦，好可以啦，可以去啊！我连阳明山都还没有去过，阳明山也可以去啊。他没有要回我，没有，他在看。好好好
日月潭，日月潭就是那个梦之河啊，梦之河的 MV 在日月潭那边。啊，是哦。对，你去过法法家了吗？没有。哎，我猜你的家，你家还没有去过。对，你的地区啦，嗯，你的负责地区我还没有去过。毕竟他家有台东王子。对，就是云爵跟那个一家我都去过了，你可以去一下我的家吗？我不行，会爆掉。哦，太卡了。科技了。我一直杀鸡，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这样，我很想要它满满，但是没办法，不允许。有没有想过以后做旅游 YouTuber？ 应该是没有的，因为感觉很有钱。我看起来也没有到很爱旅游嘛，我看起来也不是那么爱旅游的人啊。对啊，嗯，可能没办法去跟你们推荐，但如果出去玩的话，感觉会偶尔发一下 vlog， 就是那种就随便，也没有要介绍，就是可能介绍一下我去了哪里玩，但是也不是那种很推荐你去哪里玩的那种行程。嗯，感觉是那种随便乱拍的。但等我们比较有空的时候，但现在就是有空也想要，就是没有到很想要，就是去到处旅行的感觉。我要去的话，就去那种，就是搭飞机去另外一个地方啊，或者是说很远很远的地方。就不然的话就还好，没有到什么，例如说我要去。哪里好呢？花莲，我也还没去过花莲。对，什么花莲旅行，感觉还好。嗯，要做 YouTuber 的话，想要做什么企划？想做 YouTuber 吗？啊？你想做 YouTuber 吗？没有，还有人问吗？哦。嗯。就是很随便的。我不知道要看我是以什么目的之下开这个 YouTube channel， 就是如果我今天是工作性质，就是的话，可能很想要就是一个平台，然后介绍我的朋友们跟就是我们一起去做一些企划。对，如果今天是这样的话，如果是我自己很闲在开一个 YouTube 的话，可能就是放 vlog 啊，放我的跳舞跟唱歌 cover 之类的。出国要住背包客还是高级饭店？就普通的旅馆。中间一点。对，中间。对。小晴的个性算是出门拍还是在家拍啊？你觉得呢？在家拍 vlog。我的个性像是 indoor 还是 outdoor？ Outdoor。我的个性是 outdoor， 但我没有到很 outdoor， 中间。在讲什么？自己 indoor 是因为就是没有计划，没有钱，没有就是想要做的事情。还是一个宅宅。对啊，基本上没有工作，没有人，因为基本上真的也没什么人约我。对，就是没有工作的话，我比较多是自己约。对，除了梦梦约我之外，就是基本上都是我去约别人。对，如果没有做这件事情，然后没有工作的话，基本上都在家。看到一个人说什么，你比较想要 produce 还是自己出演？这是在讲什么啊？那个 VTuber 就你说企划嘛，就是大家一起啊，对啊。
但很难耶，因为像是我们撒过来其实也有想过要做这件事情，但就是拍一些影片，可是就是因为我们都要在里面，那到底是谁帮我们拍？对，就是没有人，就是没有多一个手，你懂吗？对。梦梦会约我，我们是互相约的。固定摄影机，可是固定摄影机就只有那个视角，就比较对，可能赚个钱买个 GoPro 之类的。好啦，我们真的是聊多了好久好久，对。那我们差不多要结束了。来念个排行榜，谢谢你们今天来看我的直播。第十名是安西，谢谢安西。第九名是蛋挞，谢谢蛋挞。第八名是钟莹，谢谢钟莹。第七名是秋日红，谢谢秋日红。第六名是 Rapper， 谢谢 Rapper。第五名是怀怀，谢谢怀怀。第四名是黑杰克，谢谢黑杰克。第三名是 CKMK， 谢谢 CKMK。第二名是信维，谢谢信维。然后第一名是阿纯，谢谢阿纯。对，那就谢谢你们今天来看。那我们就下次见咯。这个礼拜有什么，我想一下，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然后9月13号是我们 MV 公开，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的9月份生写真已经可以开始预购了，是吧？对，然后可以去 Unisakura 指定刘晓晴，这次是比较加油站风，哎，这叫什么？硬朗风，硬朗风，美式硬，美式硬派，对，谢谢大家，希望你们喜欢，对，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谢谢。晚安大家，早点睡哦，拜拜。